镜头后面的是小爱情。Call me police, if I fall you, if I go there, I just forget it. Listen.哎，大家好，我是大 H。今天要带大家做的训练是我们的背部训练。我们今天会去台北的一家健身房，它是一分钟计费的。Go。等一下，我一样会用我训练重量的一半做暖身动作，两组各15下。第一个动作我们会做的就是哑铃俯身划船，但是我们是做单边的，一只手先做完，再做另一只手。如果你要分边式训练的话，你可以把你的弱项比较没有力的那一边先放在一开始，比较强的那边放在后侧。一方面可以让你的弱项比较好追上你的强项，那一方面也比较不会有两边次数差很多的问题。对，讲简单一点，它是一个水平拉的动作。除了你的肩关节做一个后收，把它往后夹的动作之外，肩胛骨的作动也是一个背部训练一个很大的重点。我个人习惯会把我的肩胛骨完全的放掉，跟完全的收好。如果你有一定的训练基础，你也可以试着用这种方式，可以把你的阔背肌延长到最长，肩胛骨收到底之后，你的整个阔背肌收缩也会是最完整的。如果你今天连一般的划船，肩胛骨固定，你的阔背肌的感受度都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我就不建议这么做。因为你会变得你的斜方肌容易耸肩的状况会产生，对，所以大家可以看我的动作，我会尽可能让我的动作范围是完整的，但是张力是持续在的，阔背肌是有感觉的，对，那我们等一下就准备开始。这个动作一样会做重一点点，但是我的次数会大概落在6到8下比较好，利用你身体其他肌群或是说你的技巧来帮助你完成这个动作，所以次数我要让它再高一点点，5组6到8下。第一个大动作，我通常会休息1分半到2分钟，因为重量使用的比较重，次数比较低，需要比较完整的休息。如果你在做哑铃划船的感受度不如你的预期，也就是你的可能后三角或是你的二头肌代偿的比较严重，阔背肌没有什么感受度的话，我会建议你可以从一些单关节的动作，好比说 pull over， 先启动你的阔背肌之后，你再来做一些划船的动作，或是你可以试着做一些固定式器材，来轻一点的重量去找到你阔背肌发力的感觉，再慢慢的练习到增加你的重量，最后再来试试看这种自由重量，你就可以很有感觉的去完成它。我刚刚第一个动作是属于比较水平拉，做我们的阔背肌多。那等一下第二个动作也是一样，针对我的阔背肌的动作，但是角度会完全不一样。我们会是做一个反手的下拉，那我们会选择这种固定式器材，它是加杠片的，那它两边是会分边的。或是说它的肌群不平衡的情况下该怎么去改善，我会建议你多做这种重量是分边的，那它接受到的刺激跟重量会是等同的，感受度一样，尽可能放在你的阔背肌、二头肌跟你的前臂，都不要出太多的力量。好，
那这个动作我一样做五组，重量大概抓8到12下，会比第一个动作再做稍微轻一点点。对，今天体重多少呀？今天体重加上一双袜子的重量，我的体重是76公斤。你怎么让自己背肌从来没有感觉到现在充满背肌，然后又有很多感受呢？多半人的背肌不容易抓到感觉，尤其是初学者，因为你看不到，你没有办法分出斜方，包括深层的菱形，或是整个阔背肌大小圆。我还是会建议你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你的背肌大概细分为哪些肌群，厘清出来之后，你就会知道你该用你的大脑去控制哪一块肌肉，让它先启动发力，慢慢的再去增加你的重量，让它的感受度一直持续的存在。细节固然重要，但是不需要到钻牛角尖，你的身体会告诉你怎么样的训练适合你。最好的动作间超级组就是手杠片。等一下第三个动作我们会做一个超级组，宽握拉单杠，斜坡 over 直臂下压，双关节的垂直拉的动作做到力竭之后，做一个单关节的 over， 大概做12到15下。因为是超级组，所以整体来讲你会比较喘一点点，那你肌肉接收到的刺激也会比较高一点点。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完成拉单杠的动作的话，你可以使用一些固定式器材，像 leg hold down， 它去做 over 其实也很适合的。对，那就直接开始。Got me singing in the pouring rain. Got me wrapped around a finger. I'm perfect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Message couldn't be much clearer. Like a metaphor, make believe. If somebody would have pinched me, now it'd be the end of this dream. Well, pardon my manners, just something about you turns me to a savage. If I'ma be honest, I can't help but stare. Yeah, I'm losing my balance.虽然是平日跟上班时间，但是还是有很多喜欢运动的人在坚持着。第四个动作 ，cable 的坐姿划船，不要过多的让你的身体摆荡，脊柱也是保持中立的情况，去收缩你整个背肌。握柄的部分，我习惯握在我们手可以握的地方的最下缘，我个人觉得可以更容易让我启动到我的阔背肌，发力会是用你的拳头的偏下面后面脊椎来勾着它，然后做一个很像反手滑的动作，反梯形。我习惯做反梯形，因为它是一个往内走的角度，我觉得做起来比较符合我的身体。除非我今天是要做比较偏向我的斜方肌上背部，我就会变成正梯形，内旋一点点，做起来上背部参与会比较多一点。Be honest, I can't help but say, yeah, I'm losing my balance. Got me running in circles around you to please, yeah, I do what I need to. So pardon my manners, just something about you turns me to a savage. 这里看到一个这个蛮特别的握柄。全新相对握距相对来讲不算窄握，也不是宽握，它算是一个中间值的一个握柄，8下加12下的重量。发现我在做的时候跟前面几个动作不太一样的是，完全固定我的肩胛骨，让我的张力一直在我阔背肌的收缩段一直持续在用力的情况下来完成这些动作。
说没有那么熟悉的话，我会建议你循序渐进的慢慢去加强你的强度。今天的训练就到此结束。那如果你喜欢的话，一定要记得帮我按赞，然后帮我分享，那绝对不要忘记订阅，还有小叮当要拉起来。谢谢大家，那小 H 也要跟大家拜拜，拜拜。小 H 非常专业，他这是人体稳定器。但是讲什么？讲复杂一点点，他会是。打个嗝。那在做。等一下要做那个大怒神。好，这边要扣好哦。嗯，看来。好，所以要扣掉。